假如可以选爸爸，欢迎来到重生办，你可以选择你的爸爸了。刚才我做广东人，转下口味啦，下一世我要好好学习，那就选江苏。21年的江苏卷，22年的江苏卷，今年再搞个23年的。大家干嘛？选试卷啊！你以后考江苏卷不刷题怎么行啊？啊不，啊可以学骑马射箭啊！内蒙爸爸有吗？内蒙爸爸也没几个见过草原，也没几个会骑马射箭的。那还是给我个大都市的吧。那香港爸爸吧，宝宝专注力训练。哎，早教书挺好的吗？他的房子这么小的？啊，不是他的房子，他都根本还没买房子。啊，不将啲希望放在我身上吧，我还是选个休闲一点的吧。那就海南吧。佢被仔公仔都准备买了哇。那他什么时候起床啊？午休的话大概3个小时后吧。哎，我得人都系需要一啲磨练嘅。哎，啊，得劲儿！等我家孩子出来了，也让你搓搓。唔系呢啲磨练啊，拣翻广东咯，我都有个笋盘啊。金银花、鸡蛋花下腐草、凉茶，怕你热气嘛？今日冇蛋好食，点会啊？不，你连一岁嘅奶粉都准备好啦，真系。而且是飞鹤新飞帆卓瑞奶粉，它有100倍益生菌活性蛋白 OPN 和乳铁蛋白，激发你的天生自护力。老婆就不怕热气？何止啊！里面还有宝宝必不可少的五大脑动力，乳磷脂 DHA 和 AIA 也达到1:1.7黄金比例，不仅不怕热气，还有助宝宝智慧成长。糖甜咸够过瘾啦，超适合广东 BB 体质啦，走门啦。不过呢，是农村户口，你可能要住村里啊。广东边度？广州。屌，我会介意呢啲嘢咩？我不嬲都中意农村风光噶啦，走佢，直拉拉啦。有冇试饮到咧？爸爸帮你试下吓。有试饮到啊？